哎，今天呢，我们来玩《生化危机八村庄》的试玩版本。那本次试玩呢是村庄部分啊，一共有30分钟时间。那我们就闲话少说，来调一下设置选项。那本次试玩呢，我是开启光线追踪啊。好，废话少说，让我们直接试玩村庄。休闲、普通、硬核，对于我这种高玩玩家来说，另外两个选项都是不需要有的，直接普通。哎，我就是个普通人。本次试玩游戏时限为30分钟，仅能在线上游玩，没有存档加载功能。OK， 来着。伊森的女儿罗斯被夺走了，她发现自己现在位于一个诡异的村庄之中，徘徊了一阵子后，她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呵，余生与死，仍要归于。哎呦，还有中文配音。喂，你好。你不该待在外面，太危险了。怎么回事？嘿，你听到了吗？呵，梅青不是梅青不秀啊，慈眉目善的老奶奶。等等，你说 Rose， 她在这里。Rose 是的，她处于险境。母神 Miranda 把她带进村子后，我们已经陷入了黑暗。米兰达，你说什么？这些怪物吗？米兰达小铁匠，城堡的钟声宣告了危险，他们要来了。不，等等，罗斯在哪里？不是，我是 Miranda 是谁？钟声为我们而鸣。哎，追上他呀，走啊！来了，我现在还控制不了角色。罗斯在这里。呵，喜欢笑的老奶奶啊。喜欢笑的女生一般啊运气都不会特别的差。然后看看有没有地图是吗？哎呦，有地图。那老奶奶应该在这边啊，然后我们可以先看看这边。灰色就是尚未探索，红色是探索中，蓝色探索完毕。 OK， 地下还有地下建筑内部，可以啊。这个镜头有点慢。哎呦，门自己开了还是我开的？我也不知道，先进来看看。哎呦，地上有一些图案啊，就是他们祭祀用的这些东西啊。四个乌鸦羽毛，中间一个像小孩的胚胎一样的东西啊，就是他们祭祀的一些图腾。容易被撬开的锁，那你倒是撬开呀。啊，不行，我现在能蹲吗？哎，这是物品栏。 OK， 小刀，上件是小刀啊，我们还可以合成关键物品，珍宝。呵，还有珍宝。撬不撬开，砸也不行吗？拿小刀砸开。这是什么？液体药品石器。哎呦呦，这拾取的生效还有点吓人。 OK， 里面好像没什么东西了，我们直接出去。哎，怎么出去？这儿呢。只有30分钟。哦，这有一个雕像，拿着剑盾的这么一个小女孩。这是什么？嗯，检查需要某种物品。 OK 啊，所以如果有一些扳手之类的，就可以把井里的水桶拉上来。哎，这不是有方向盘吗？拿下来。哎，生锈的零件啊，只能拿一些生锈的零件啊，因为我们很优秀，所以就需要生锈。看地图哦，它会显示啊你之前没有拿到的物品，包括这口井也显示了。哎，非常的友好，对于我这种路痴型玩家来说的话，非常的友善。这个门进不去吗？爬不过去？我们是从这边来的。哎，蒂米特雷斯库城堡。奔跑，这是什么？检查。我们供奉守护村庄与村民的辟邪山羊，胆敢打破他们的人会承受母神米兰达的愤怒。哎呦，直
直接原地消失了。哦，然后我就需要承受他的愤怒了。那换个武器，以免这个愤怒来时我无力反抗，是吧？哎，这什么？也药草，就是所谓的绿草，是不是？啊，非常的棒。哎，蒂米，估计这是去城堡的路。啊，估计这是去城堡的路，所以我们需要拿两个烧饼糊这上面。OK， 这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也就是主要目标。这是往哪儿走啊？这扳手能卸下来吗？不能。哎，他这是六个羽毛，之前看地上画的是四个羽毛，是不是？哎呦，检查，六翼胎儿标志物。哎，中间是一个胎儿，好像是死胎或者黑胎之类的啊，不像是已经出生的这个胎儿。然后我们需要一些关键物品啊，没有关键，从这儿进来。这还是有口井啊，这是一个盛产井的一个小村庄，还是需要某种物品。那有个什么墓地吧，可能是。我们先进来看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呵，这和很久之前的作品一样，就是可以拾取一些收集的珍宝，然后换一些钱之类的，是不是就可以升级道具了？啊，在重置版游戏里面没有这种系统。看一看啊，灾祸降临此村之际，务必探寻那些石雕，其一被教堂细心看管，其二由路易莎家珍藏。路易莎是谁家？ Louisa's。 啊，哎，这不就是我们需要找那两个烧饼吗？看背面有没有写什么，并没有。 OK， 哦、啊，只能检查是不是，不能收进裤兜里。少女石雕，哎呦，神他妈，我被这个音效吓着了呀。这那不就是那个两米多高的女主吗？啊，不是女主，女人吗？中间这个应该就是圣母米兰达。右面那个男的好像是在很多预告片里出现过。哦，这是能推开的。啊，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不是？看看地图。啊，这个教堂这一大片我还没去过，先过来，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哎，少女雕像，然后我还能转动。哎，可以，还差一个烧饼。看这边的墓地能不能去，这里带锁的，检查一下。还需要关键物品，也是进不去。就感觉一周目啊，100%的地图你可能就能进去个30%-40%的地方，你都没有关键物品。这什么地方？哎呦，面粉袋，攻击面粉袋可以产生粉雾。哎呦我操你妈！谁呀、啊？谁？马克西的吓唬我！哎，哎呦，哎呦，很好，我有霰弹枪了 ，nice！ 我怕你小样呢？子弹拿起来啊！手枪弹药。啊，那我这个霰弹枪只有一发子弹，地雷。嚯！啊，下键是地雷，哎，非常的下键，然后右键是霰弹枪。 OK， 这什么火药啊？火药其实是倒装具啊，正着就是药火，就是我现在新生。哼，嗨啊，哇，这些稻草人听说啊都是用真正的尸体做的稻草人啊。哎，生锈零件可以啊，不生锈的咱不拿。这还有上面一层，按住，用木柜堵住门口啊，我就不堵了，就直接出门。但是霰弹枪我就一发子弹，
我还是用手枪吧。哎，我。哇，两个。要不今天咱就玩到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啊，30分钟咱也不用全玩到，是不是？哎，换弹是什么 ？OK。哎，这是哎哎，你好。哎，人呢？哇！哎，他躲我。啊，我能。你躲呀！好。哎呀，哎哎哎，玩不起是不是？好好好，哇哇哇哇哇，哦，哇，一身冷尿，我天 ，OK。但是我刚才看好像人很多的样子，我就剩10发子弹了。哦 ，R3 是蹲着 ，OK。我刚才什么时候摁R3了？可能是紧张之中，百忙之中抽空摁了一下R3。我操！他是不是发现我了？合成，哎，可以合成一个紧急药品，可以 ，nice。然后还可以合成子弹，啊 ，nice， 值钱啊，能卖出去，26发子弹，可以挥霍了。我去，哎哎哎，咬我是不是？牙好胃口就好，起开。我操！没事儿，我有药，使用。嘿嘿！哎呦我去，我这枪法太准了，完美的打到了他的周围的空气，啊，利用周围空气的加热，让他产生烧伤。等一下啊，我这不还有药吗？哎，使用。好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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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自动就蹲上了？啊，自动就蹲起来。哎，这有个门，打开。快关上门。哎哎，啊，有人，嚯！哎，这是眉清目秀的女子。在这里做什么？哎呦！求你，别伤害我们！拿着西瓜刀，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们。对对对，我是好人。看到正常人了，太好了！看到过其他幸存者吗？没有，他们都在路易斯家。路易莎家没有回应，大门也上了锁。别说了，丫头，他是外人，外国人。待在这就是活靶子，你爸走得动吗？不能，一个怪物弄伤了他，他流了很多血，我们得去路易斯家。嘘，别出声。应该有进去的路，待在这里，别出声。在我把门打开前，别乱走。别乱走，哎，等我回来。OK。老爷子，伤得不轻。看这边，攀爬。哎呦，动作很熟练嘛，没少爬。好，手枪弹药 ，nice。检查没有。哎，火药。
这应该，哎，有个洗手间。开门。这是什么？啊，液体药品。OK。这是什么？啊，关闭啊！哎，不用不用，放放味儿。就剩14发子弹了。哎，门能开开。门从另一边锁住了。这儿呢？我得让那两个人先进来啊。这就是路易莎家，看地图。哎，对，这是什么？哎，这里面就是那个月饼，但是得撬开它。开锁。时间不够了，快。好了，安全了。啊，他们的小屋子就在旁边，邻居。你慢的要死。呵，不客气。倒装句啊，他说的意思就是你死的会很慢的意思。他还不习惯接受帮助。啊，没事没事。对不起。没事。这里会很安全，是吧？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安全。我敢肯定。哎，你对这一带发生的事有头绪吗？一点头绪也没有。牧神 Miranda 一直都在保佑着我们。没人回应。过来帮个忙。主角的能力是什么？就是我得进去。在附近一直死人。那我敲敲门试试。嘿，有人吗？哇，他这个过场动画的衔接还算比较顺畅的。路易斯，开门呐，是我 Elena。非常的有沉浸感，代入感。别喊了，你这样会把怪物引过来的。哎呀，冷静点。他是谁？一个朋友。哎呀，别过来！我是朋友，我是个好人。血腥尤里，跟我们进去。他们会有血腥味，你们会带来危险。我爸会死在外面的。那不关我的事。出什么事了？这些家伙想让个快死的人进来。这些家伙是我们的朋友啊。啊，都认识。进里边来。好的，好的。快来，这边走。你不是村子里的人。啊，对，我叫伊森。伊森，尤里安，快去干活，去周围巡逻一下。我说了，快去。好吧。啊，非常友善的目光。如果艾丽娜相信你，艾丽娜，我也信。啊，进来吧，伊森。好的。略略略。哎，我就进来了。等在这儿，我去看看其他人。好的，没问题。我看时间啊，啊，还剩10分钟，我去，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赶快检查。路易莎，他们又闯进来了，弄走了更多的牲口。再这样下去，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顺利过冬，还是找不到欧尼斯特，我们哪里都找不到他。母神米兰达不管我们了吗？啊，可能又是一个出门的村民。看这里，观看。嗯，啊，一些小画册。这边走。哎，那雕像不就是村中间的雕像吗？没了，来着，快走！刚才那个谁，让我们往这边走。嗯，窗户。进来吧，其他人都等着呢。好的，哦，还有其他人。哎呀，这他妈怎么回事？小聚会啊！外来人，你会害我们全死光的。别说了，安卓，这话你说对了。没他帮，我们照样能行。请吧，伊森，随便坐。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们全村就剩下这些人吗？剩下这些人，剩下这些人，已经没有人了。那不只一个意思吗？没用的，废人，还有。只会哭的婊子！哎呀，和你，连快断气的人和外人都弄进来，还装作没事。他是一个喷子。你安全？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会无能狂吼的大叔，醉酒大叔。留在外面的蠢货早就被撕成两半了。明天，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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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们都要死了，跟他那混蛋老公一样。他妈的，给我闭嘴，Roxana！啊，沙发上还有个人呢。
世世代代保护着我的家族。哦，也欢迎和保护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就算你是个酒鬼。随便。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上一秒我们还在勤劳平静地过日子啊，下一秒怪物就来袭击我们了。呵，而且他们没完没了。等等，路易斯，你家男人呢？难道被……不，不不，他在外面某个地方，他去找人求救了啊。就是这样，自我安慰。他去找人来救我们。啊，这不找到我来了吗？来祈祷吧，为了他，为了大家。好主意，来啊，都过来。哦，手牵手，走路不怕滑。伟大神灵，我心存敬畏，同声祈祷，恳请垂听。我们自无尽黑暗之中召唤出命运之掌控，午夜之月战役高升天穹之际，我们共同祭品，静候最后之光。余生与死，荣耀归于母神明恩的。啊，现在茶应该泡好了。艾莲娜，来帮下忙可以吗？那个祷词我好像听过，墓地旁的老婆婆说过。哦，最开始见的那老婆婆。老巫婆，哼，那疯婆子脑袋进水了。哦，得病了。前程倒是值得一提，我希望她和我们一样都得到了庇佑。哎呦，师傅，莱昂纳多怎么了？哇，这着火了！哎呀！哇！我杂耍演员。莱昂纳多，别过去！不，让我过去！我去！哎呦我去！我啊，快啊，放开他，放开我！哇，太难受了！琳达，别过来！真对不起。哎，好了，那已经不是你爸爸了，你做的很对。哇，直接压死琳达。琳达不行，他已经没救了，他已经没救了。琳达，这整个地方就要塌了，塌了。这门不能锁上吗？只能关上。放弃吧，你救不了他的。让我静一静。不，我们要逃出去，一起逃。OK。哇，就剩四分钟了，我去！这里出去，从这里出去，四分钟逃生。怎么逃？怎么逃？打开，打开，打开！哦，这是什么？500块钱，500减呢？哎，啊，钥匙圈取下来 ，OK， 打开，打开，打开！哎，钥匙，正好有钥匙 ，OK。仔细检查。哦，哦，螺丝刀，哎，哎，霰弹枪子弹 ，OK， 四分钟，四分钟，霰弹枪不是螺丝刀的话，我们不就是能拿门口那个东西了吗？对不对？火势太快，启动引擎，好。干什么？最后可以用车撞出去。我要开车呀，我是老司机。
我直接他丫了！冲啊！嘿！哎呀，老司机能翻车？你还好吧？我还好，我还好。 哎呀，火已经过来了，只能往上走了。对对对，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抓住，快！握手，牵手成功，牵手观音，不是，快快快！我们走吧，快走快走，我没时间了。别跑，别堵着我。好的。 谢谢一位，不谢，你人真好，我人好，谢谢，直接发好人卡，家人平安。哎呀呀，都好，哎呀呀呀，没事，过得来，goodbye，goodbye。哎，看，眉清目秀的窗户，太好了。接下来呢？村里到处都是怪物，先走再说，行不行？太多了，没时间了。 那么悲观，对，别被先去找个安全地方，让你待着。对对对对对，我还有孩子，我感觉我孤堡里，我还有孩子啊！那里只有流血和死亡，我也不想一个人。如果你，爸，啊，还没死，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不是，你这个坏老头子糟得很。天哪！他叫我的名字了，爸！等等，危险！哎呀呀呀呀呀！快牵着我的手！ 在这里，能不能牵着我的手不放开？爱你能不能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手给我！你别去吧，去救你的孩子！哎呀，别放弃，不要啊！手伸过来！啊！哎呀，水花火花压得很好，十分十分。为什么每个人都死了？ 太过分了！好，我们啊可以绕一圈，看时间，还有18秒，我擦嘞！搞不懂，快点！好，跳啊！哎，别回头看了，就10多秒了，大哥。 太疯狂了！为什么又遇上这种事？哎呀，快走！啊，其实后面的剧情也没有太多剧情了，就是回到那个院里，把佛龛打开，取出那个月饼，就可以把之前锁那个门打开，然后其实剧情也就结束了。哎，也没差多少。这里呢，应该就是预告片啊。 四个家族以及中间的保护伞，啊，四个家族把保护伞保护起来，伞装的保护。这是大锤，这是。Rose， where are you？ Rose 就是我们的老婆，我是杰克。 哎，刚才不就是Louise's house 吗？ 啊，可爱的小女孩在唱歌。 They're coming. Who is? What the hell was that? Stop. 哎呦，这么多人。 Tell me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her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Mother Miranda has always protected us. You escaped my little brother's idiot games, did you? 哇，被美女环绕着。哎呦！ Wow. 他亲吻了我。 Is this all that's left from your entire village? All that's left? There is no one left. We can bust out with this. Lycans and gentlemen,
We thank you for waiting. And now let the games begin. There is no safe.其实有一些画面和他的对话都是本次试玩版的内容，所以可能其他的部分也是下一次试玩版内容，在城堡里的试玩版。What the hell? Why? Ethan Winters. Ethan Winters, Mr. Winters. Ethan Winters. Four. 他们都知道我。我是个网红啊，啊，打工人。Winters, welcome.我四眼仔。I gotta say, I'm surprised you made it this far. It'd be a shame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now. You killed Mia. Now do me and finish the job. 哇，侧脸确实显瘦啊，正脸就感觉胖乎乎的。OK, 那本次试玩版就到这里了。很可惜没有走到剧情的最后一步，但是也不差多少了，可能就是一分半分的剧情。感觉画面还是很好的，只是说没有特别紧张的、特别刺激的情节。当然，这些情节呢，应该都会放在正式版本中。下一次试玩版呢是4月25号，再下一次呢是5月2号，基本上都是一周一次。那么一周之后，我的试玩版的实况还会如期而至。哎，会不会到时候还会遇到一些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呢？啊，那我们就下次试玩再见吧，拜拜。